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 YouTube， 有你哋嘅支持，我哋先至可以走得更远。大家好，我哋系 Kala， 我哋今次首新歌叫做 Speak Love。今次咧，我哋首新歌 Speak Love 咧系讲 love 噶，因为系 Speak Love 啊嘛，系咪？系，顾名思义咧系讲爱情嘅呢首歌。系。總之是一些感情的東西，關於我裡面我覺得最代表到我們整首歌就是那句臨 chorus 的英文，我始終不太記得了，But if you want me, need me, miss me, boy you better speak up、就是說任何愛都要及時愛及時說 Speak love 其實、都比大膽創新，因為我們今次很榮幸請了 Serenie 幫我們填詞啦、所以咧，這個歌詞是非常之現代感啦，同埋好獨立，現代獨立女性的愛情觀啊，我哋問一下黃嘉晴先啦。愛情上面的睇法就是未讀完先唔好拍拖，就係讀書嘅時候要專心讀書，就係要大隻佬唔好啱我。我哋要喺度劇劇透喎你，講愛情添啊，出咗啦，係咪啊？係啊，係啊，出咗啦，係。我哋今次有啲角色喺我哋嘅 MV 入邊啊，我哋有唔同嘅角色啦，我哋有啲大隻仔仔啦，有啲飾演導演嘅導演啦，係做翻佢本人啊，跟住咧黃一晴咧好尷尬，頭先企喺大隻兩位大隻型男 model 中間嘅時候，係硬曬，第一句㗎，講咗句，啊好想走，好想離開呢個地方。佢都想快啲拍完，係太壓迫啦，因為佢哋真係操到好大隻，然之後咧就好貼近我，然之後我就有啲緊張，仲緊張到操到有少少似嗰啲咧，人哋著嗰啲膠，係啊，擦咗啲油啊，即係假啲油，好 perfect 啊！你嘅身形又～哦，其實我本人咧都一定係一個性感擔當嚟，我覺得係啊。咁我平時屋企都係咁樣著嘅，所以我好慣噶。你哋唔係，我覺得好正喎！睇到見到大家今日咁，因為平時係啊，我哋係可唔可以俾啲屋企嘅相我哋睇下？嚇，係啊，我屋企咪就係咁嘅咯。我哋平時咧係大家都真係著褲多嘅，但係今日係大家都著咗裙。我呢條都係褲。我哋係襯咗嘅對鞋。是 啊， 是啊，全部都是同一對鞋、越南贊玉。其實今次的造型是我們有史以來最女仔的一次，是不是MV 來說、我會形容為是最女人的一次咯、因為真的都挺大尺度，我覺得即有一點的大露背啦、然後即有這個 Ivy 的中間這個就習慣了，這件衣服很適合她，吃多一點都不怕了。現在我封件衫都差不多啦，呢個係我都想著，有班長店啦，同埋今次有機會可以博到長髮啊，所以我覺得係幾開心嘅事。好靚啊！你長頭髮，多謝。同埋咧，我覺得著咗呢套衫同呢對鞋咧，個人行路都要好有儀態，即係我企喺度咧，而家都有一個好要女人啲嘅感覺咯，即係唔好似平時咁樣，唔可以咁型啊。嚇，我平時都咁斯文噶喎。是啊，我可以做證啊！你平時都好斯文的，你是一定不會抹大隻腳坐的，一定不會撞到人啦，不會踩親人，食到成台成地都，一定不會整污糟件裙啊！是啊。有冇啊？我哋每一日都有互相帶食物俾大家食，邊擦食多啲，邊擦食多啲。最緊要食得健康，然後再做運動。係，同埋我哋其實拍 MV 之前，通常都會排舞嘅，咁其實都會消耗好多能量，所以食多啲都唔驚。同埋今次應該係有好多 CG。
因為我哋有啲係綠幕做底嘅，咁、而且今次真係個幕後班得好犀利啊！咁就由 Mark 講下啦。點解咁犀利嘅？今次嘅幕後班底咧係集合咗那年盛夏我們綻放如花同埋和解在後同埋。我嚟緊嗰套電影《風景線》嘅所有班底，所以好搞笑咯。即其實係多一份尷尬嘅，老實講，因為係啲識嘅人，跟住又要喺度即係喺度嗰啲叫咩啊拋眉弄眼咁樣。咁、我會話我哋事前嘅準備，我自己就會有少少係。聽咗首歌之後，嘗試諗點樣去 balance 咯，因為我又唔想今日就算我哋個 look 或者係個狀態係需要女仔啲，我又唔想搞到好似過分女仔，我都想中和翻，咁所以我呢個係我心態上嘅 prepare。